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个单元，下一个单元是自由站态的部分啊、哦，是自由站态的部分。那第一题，这110年普考，它电路如下图所示哦。一，请计算稳态电压 VVC， 问你 VC 这两端的电压多少？然后请计算稳态电流 IC 是多少？问你这个3亨利流过的电流 IC 是多少？然后3，请计算稳态网目电流 I1， 要你求这个回路的电流 I1 是多少？然后还有第4小题，第4小题他说电路中三个电阻 RAB、RBC 跟 RCA 皆为3Ω，就这三个电阻的3Ω。假设其散热面积皆相同，就这三个电阻值一样，然后尺寸也都一样，请列出稳态温度最高的电阻。我们在前半段我们有看到，就三个单元，温度最高其实就功率最大哦。他问你哪一个电阻的功率最大？哪一个电阻的功率最大？好，来我们主题来讨论。我们看一下哦，这个电路。这是一个直流电，在直流下你的电感应该都要短路的，对不对？这里应该要短路才对，这里应该要短路才对，这里应该要短路才对，所以电感在直流下形成短路，对你在电路分析上根本是没有任何的一个影响。这其实就是直流稳态、哦、直流稳态的电路分析，直流稳态下的电路分析，而电感遇到直流稳态下会短路，所以这时候电路应该是长这样，我们把它画出来。好，这就是在电感稳态下所得到的电路。那这电路我们用回路分析法来求解。这边呢，我们先把一些电流都先标上去。右边这个回路哦，因为这一面墙，这是独立的一面墙，上面的电流源1安培你已经知道了，所以右边这个回路的回路电流就是这面墙上的电流1安培。然后左边这个回路呢，我们就测它叫做 I 好了，好不好 ？I， 因为 I1 它已经用在这边了，所以我们就称为 I。那我们就列回路分析法，我们先列左边这一个回路的回路的电压方程式。等一下，这叫回路一，好不好？这叫回路一。那待会我称这个叫回路二好了，好不好？那、啊、这个不用列了。好，所以呢，来。我们先列回路一的方程式，回路的主电流是 I， 回路一的主电流是 I， 这一项先写 ，I 这一项先写。那、啊、前面常常流过的总电阻 I 流过这一圈只有这个三欧姆，主电流这一项一定是正的。现在回路一跟右边这个回路流一安培的这个回路有没有电流？有没有共用的电阻？没有，它是一条短路线，所以不用理它。那回路一跟回路二是共用三欧姆的电阻，赶快乘上别人的电流 I1， 三赶快乘上 I1， 正的还是负的？前面要写正的还是负的，就看流过三欧姆的这两个电流 I 顺着流过来是上到下， I1 顺流过来，哎，我把它标上去好了啦，好不好？这个是上到下，然后呢 I1顺流过来是变下到上，所以两个方向相反，两个方向相反前面要加负号，等号左边就结束了。等号右边写的是回路的总电压，回路绕这一圈就一个两伏，压上压降由 I 回路的主电流决定，
I 虽然流过来是下到上，负到正，所以是压身，压身就写正的两幅，这就方程是一。接下来再列这个回路二的方程式，回路的主电流是 I1 前面乘上它流过的总电阻，就这三个三欧姆，三加三加三，主电流这一项一定是正的。既然回路二跟回路一共用三欧姆，赶快乘上别人的电流 I。我们刚刚已经知道 I 跟 I1 流过的这个三欧姆的电流方向相反，所以前面要写减的。既然回路二跟这个流一安培的这个回路是共用这个三欧姆，所以赶快乘上别人的电流，三乘上一安培，三乘一。这里是三乘以一，好，正还是负的 ？I 对，一安培流顺着流过来是下到上 ，I1 顺流过来是上到下，两个方向相反，电流方向相反就前面就加个负号，等号左边就结束了。等号边写的是回路的总电压，回路绕这一圈都没有任何电压，所以是零。因此你把它整理一下，你会得到。负三 I 加九 I 万会等于三，这就方程是二。那你由一二可以连立得到I 万是六分之五安培，然后 I 是二分之三安培。好，接下来你就可以主题来回答他要的答案。第一小题他要 VVC。VVC 的电压就是这个三欧姆的电压，三欧姆的电压怎么求？但是流过的电流常经过电阻喽，对不对？那 V 这里是高电位 ，C 这边是低电位 ，I1 是由高电位流向低电位，由 V 流向 C。但是三欧姆不是只有 I1 流过耶，还有谁？还有这个 I 流过，但是这个 I 是由 C 往 V 的方向流，所以三欧姆上的总电流应该是 I1 减掉 I。然后乘上三欧姆就是你的 VVC 电压，所以 VVC 的电压就是 I1 减掉 I 乘上三，所以呢 I1 六分之五减掉 I 的二分之三乘以三欧姆，可得负两伏特。好，接下来第二小题我们写在这边走。第二小题，它要算 IC， 就这里的电流 IC。那 IC 也是两个电流合成的，因为这条短路线上总共流了两个电流，一个是 I， 还有右边的一安培。I 的方向跟 IC 同方向，一安培是逆着 IC 的方向走，顺 IC 的方向是正的，逆 IC 的方向是负的，所以 IC 当然就是 I 去减掉一咯，所以 I 我们刚刚算出来是二分之三减一，所以会得二分之一安培，有零点五安培。好，然后第四小题要算这个网目的电流 I1 算出来了 三I1 你刚算在这边六分之五安培。好，那还有第四小题，对不起，我们回到前页。第四小题他说这三颗电阻
这三颗电阻它所拥有的电阻值都是三欧姆，然后它的散热面积都一样，也就是所有条件都一模一样。那他问你说哪一个稳态下温度会最高，其实是哪一个功率会最大、啊、那现在哦，来我们在这张来解第四题就好了，我不想再回去了。在这边我们知道说，哎，我现在要算的就是最大，看谁有最大功率哦，就它你列出最大最高是电阻哦，请列出稳态温度最高是电阻，哪一个电阻会最高？那这个电阻，来，电阻上的功率怎么算？但是 I 平方 R， 你现在电阻都一样哦，所以比的其实就电流。那你看你这一个 VC 之间的这一颗三欧姆的电流是多少？按照我们刚刚所画的，刚刚这里是不是 I？ 那这里流的就是1安培。所以这个三欧姆上面所流的电流有两个电流哦，我用不同的颜色来写好不好？这个三欧姆所流的电流，如果是由下往上流的话，就 V 到 C 流的电流，那就是 I1 减 I， 这我们刚有算过吗？对不对 ？I1 减 I， 好，那右上角。AC 的这个电流，除了假设我的电流是由 A 往 C 的方向流，那 A 往 C 流的电流也是两个电流，一个是 1A， 一个是 I1。 1A 顺着绿色所画的 VA 到 C， 所以是正，又流了另外一个电流 I1 是 C 到 A， 逆着绿色的电流，所以是负的，所以这里是一减掉 I1。但是下面这个三欧姆只留了一个电流而已，由右到左叫做 I1， 所以这三个电阻在一样的情况下比的是电流大小， VC 跟 AC 这两颗电阻的电流都是 I1 去扣掉某一个值，唯独就是下面 AB 之间的这个电阻只有单独 I1 流过，所以这个电功率电功率会最大，所以第四题的答案我写在这里哦哦，功率 RAB 的这个电阻功率最大，那就是 I1 的平方乘上3。 I1 我们刚刚算出来是6/5，然后平方乘以3，所以可得12/25啊。就第四小题的答案，当电阻都一样的情况下去比电流，谁的电流大谁的功率就会大，那功率大就代表它温度会比较高、哦、就这题的答案，来把它写下来吧。